好，来，我们这一边看这一题题目。In the diagram, O is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and CDE is a straight line. Find the value of x and y. OK，好，来，在这一边呢，我知道这个是 radius，这个是 radius，然后等腰对等角。OK，这两边呢就会是180减130除2，50除2，25度，所以这边是25度。然后我对面加起来会是等于180度，OK，圆形里面的四边形对面加起来等于180度，所以我的 x 加25再加100会是等于180度，OK，所以我的 x 等于180减125，OK，180，然后我拿到答案是55度，所以我 x 55度，然后在这一边呢。我的这一个，还有这个，OK，这一边呢会是等于180减100除2，然后80除240度，然后这一边是百三，然后这一边它是一个 rocket 的形状，这一边就会是等于百三除265度，OK，所以我的 y 呢会是等于对面的这个。所以我的 y 会是等于对面的这整个，我的 y，它就会变成40加65，等于105度，所以是55跟105度，55跟105度，